来了个小家伙，来了个啊，不用抓，自己跑出来了是吧？又来了一个小家伙，小家伙，那又去欺负人家。你把他抓就直接抓过来呗，你把他抓那么远，哪里看得到他？安飞，你在干啥呢？你在欺负小狗呢？木头会不会扎到王子？扎了之后他就不去了，扎他两下也没事，还是有点眼色的哈。我们家两个牛牛跟王子啊，母狗发情都带不走。我妈在逮小狗，逮不着。这是啥？这是个鹰吗？还是个鸽子？哎，我们家鸽子呢？我们家鸽子在那儿呢，在那。牛哥没放，这里有工人，晚一点，工人下班回家了之后再放。我搭的这个花架怎么样？啊，有没有点味道？啊？小呵呵。小黑黑，自己跑出来了。